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暮色奇遇记第47集。想看前面1到46集的小伙伴，可以先关注阿阳，点击主页往前翻一翻就能找到喽。看看这口井下面的具体情况，漆黑一片，看不清啊。哎，不对，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，插个火把看看。哎，那不会就是牛头人吧？看这深度，他们竟然住在基岩层的下方，有点意思。不过不着急下去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一层探索完再说吧。这里又有一个宝箱，这迷宫里宝箱还真多。我去，静静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刚刚不小心让一个苦力怕爆炸了，但是刚好炸开了宝箱后面的墙壁。嘿，正好给我们排除了触发炸弹的危险。不过这个宝箱下面本身也没有 TNT。哎，有个金苹果和保管符咒，还有桶牛奶，这些东西都很实用。我们再逛一逛吧，确认这一层没有遗漏的地方就去下面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差不多探索完了，把背包里面的东西暂时寄放在这个箱子里面，就下楼吧。好主意，刚好身上的东西都要放不下了。等我捞桶水下去会会那些牛头人。把水放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沿着水流下去了。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快下去啊。哎呀，瞧你这个急性子。哎，不管你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终于见到牛头人了。他们想攻击我们，不过被水流挡住了。哎，点个火把看清楚去。哟，还拿着金斧头，有钱呢你。看我用吸血权杖来对付你们。我吸吸吸吸吸。这家伙的血这么厚吗？这都不死。哎，还有一只，这样太费拳招耐久了，还是直接肉搏吧。哎，这个水还是挺好用的，待会儿要是遇到蜂拥而上的一群怪，可以用来当做防身工具。我得把这桶水给取回来。先往这条路上走吧。等等，墙角有块牛头人肉，我得捡回来。啊，你要拿去做研究吗？对啊，拿回去做标本。哎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还有好几只。哎，小心躲开它的冲锋。一共有三只。哎呀，冲锋的伤害有点高，得一只一只把它们分开打。这牛头人的血太厚了。哎呀，干脆直接在地上倒桶水算了。这下好了吧，在水里他们就懵逼了。亏你想出来这个方法。那可不是嘛，300多级的战斗经验可不是我吹牛的。哎，你看这只，现在啊就是一头待宰小牛，拿命来。哎，这家伙怎么跑路了？哎，又冲过来了，原来这家伙去蓄力发动冲锋了，看我收拾你。哎，阿阳小心身后。那你又来这么多，原来这家伙是去搬救兵了。不过他们都被水流给挡住了，冲锋都冲不过来，你这点子还真不错。把这桶水收了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